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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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难弄，你看。哦。哔哔哔哔哔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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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。叭叭叭叭。来，喂哟。怎么了？张总说什么？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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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本叫什么？跟我来，跟我来哦！全部都是引导小动物去吃。给零到一岁的三色龙，这是给零到一岁的小朋友。对啊，他就一岁啊。爸爸，我以为他两岁，因为他看起来看起来像三岁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像三岁，快四岁哦。奶奶，对，爸爸泡奶奶啊！我爸哥哥念故事给你啊，爸爸，爸爸泡热水了。等一下，我把它放，把它去弄凉。爸爸，你喜欢刚刚那本吗？你喜欢吗？都是新的，这本是新的吗？对，这本是新的。小扑，不要，睡觉时间了、哦。不要，不要，快出来，小扑，你走在哪？赶快出来，我要数到三喽！一、二、三，我在这里。你今天要穿热，他不要，今天要穿有车子的睡衣还是有兴趣的睡衣呢？星星看车子都有。不要，走到水槽边垫起的小澡巾，刷刷你的漂亮牙齿，吸吸你漂亮的鼻子。小扑一溜烟的跑进房间里，小扑，他在哪里？快出来，小扑，你在哪里？你找不到我，这么危险。东东，你有找到小扑吗？我会帮你盖被子，我会帮你关灯，我会亲着你三下，在你耳朵旁边说晚安，小耳朵晚安，小鼻子晚安，快要睡觉，小眼睛晚安，晚安。睡觉时间到了，但小扑还不想说晚安。在他上床之前，有一条特别的仪式。东东不喜欢啊、哦，你想要看别的本？一样啊，胖胖的。回头看，你想看的是什么？我们也不知道，每一本哥哥都试试看啊，看有没有试到你有兴趣的。那这个好不好？好吧，新的新书。我们借了四本还五本回来？全部我都你。这第几本了？这最后一本，最后一本了。布谷，这本书的书名叫《布谷布谷》，是教宝宝教小宝宝认识声音的啦。是报纸，这本东东东东喜欢吗？有啊，这本他喜欢。哗啦哗啦哗啦，这本他喜欢。咕咕咕，鸡。你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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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说你可以教他一下那个东西是什么名字，然后再发出声音。是什么东西？吸尘器。喵。这是什么？小猫咪。汪汪。狗狗。爸爸。汽车。熊熊。没有其他声音。咔嚓咔嚓。相机。叮。微波炉。我们这里有，对不对？这边也是叮，对不对？轰隆轰隆。洗衣机。叮。脚。鞋子，鞋子踩地板的声音。砰咚砰咚，心跳。爸爸妈妈，哦，不是那个跳，是你爸爸妈妈抱抱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心？这里跳。心的声音。心的声音，这个咕咚咚好可爱，跳。结束了吗？没有了。跳。哎呦，好，抱你下来，把它下来吗？跳。跳下来吗？好。不要跳，跳好危险。下来，你先解，你会解开吗？要下来要解开。跳的好危险。你要不要解开？你会自己解开吗？好。你会解开吗？不要。爸爸帮你解哦。好啊。嗯。跳。嗯。跳。哦，跳，好，跳下来，一，二，跳到我身上。三会，哎呦！跳。这宝宝怎么可以用跳的？但太危险了。
嗨，亚西。